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来讲《大智度论》啊。那么这里讲到啊，为什么要说般若波罗蜜的二十一件事？那第一件啊，是要跟弥勒菩萨说啊，般若波罗蜜。第二件，就是要让念佛的菩萨能够增益念佛三昧。好，那我们上次说过，这主要是要让他那么能够从持名、观想、观相到实相念佛。好，那这个在《般若经》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般若经》里面就讲到这一件事。在《般若经》里面卷十卷十，那么在《大智度论》里面它是卷五十九。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我们讲完然后再来说明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一般我们所了解的念佛，就是念佛见佛然后往生净土。通常我们的念佛法门，通常我们的念佛法门就是为了要见佛，见现在佛然后往生净土。不管你是那么见药师佛、见阿处佛还是见阿弥陀佛，还是见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这个都是为了要见佛。那么因为要见佛，所以有两种，一种就是还没往生之前见佛，然后见佛往生净土；一种就是往生净土之后，然后可以见佛，然后这个花开见佛，然后悟无生、悟闻法，通常是这样。但是在初期大圣的见佛，它基本上是一种方便就是见佛是为了让你见法见法就为了让你，就是让你见实相，要契入实相的方便。好，那我们来看，先来看《般若经》。它因为在初期大圣那个时代，尤其在龙树那个时代，念佛法门已经很兴盛了。龙树是初期大圣的集大成所以念佛法门从一开始发，我们说大圣主要是有净土法门嘛，念佛的净土法门，然后有般若法门，有文殊般若，有华严法门，还有其他像宝积啦、法华这些就五大类。那念佛法门在当时是非常的兴盛。那念佛，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念佛法门到底是怎么个演变。那龙树为什么这么说这上一堂课我们有稍微说过了，现在再来讲就《般若经》里面说到的。他说有人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是念佛法门非常兴盛了那么遇见十方无量阿僧祇，就是遇见十方世界，诸世界中现在诸佛就是因为释迦佛已经灭度了，释迦佛已经灭度了，那么这个世界没有佛，那没有佛，有一些人因为怀念就开始佛灭佛在的时候大家会去见佛闻法，佛在的时候大家见佛闻法，然后闻法之后很多的正果得解脱或是不堕三恶道。可是佛灭后，那么大家由于对佛的怀念，大家对佛的怀念，那么开始从两个地方开始有所谓的怀念佛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佛的遗骨，一个就是佛的遗迹这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好了，先大概讲，然后再来讲这个然后开始有所谓的念佛法门。那佛在世的时候当然就有那主要是念佛的名号主要是十号摄受佛的功德，它重点是依念佛的名号，主要是在念佛的功德，那摄受在十号里面，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不算的话总共有十个，佛算就要就十一个，
在大致里面讲了二十几个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先讲啊，就是说佛灭后开始啊，意念佛的遗骨跟遗迹啊，佛的深处啊，佛的成道处，佛的转法轮处啊，这《长阿含经》里面有，然后佛的涅槃处啊，然后开始念佛，那这种叫做忆佛念佛。好，那慢慢发展到啊，那么开始念佛相好，念佛的相好，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类似像这样。所以念这个变成是一种禅修的方便，原来只是观不净啊，比如说五蕴啊，这个不净啊，就是不净观。后来有所谓的净观啊，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佛的相好。那么开始观佛的相好，然后想要见现在佛。啊，就是在佛灭后，啊，那么对佛的怀念，那么释迦佛已经灭度了，那没有办法再来了，啊，但是如果依法华经啊，佛其实没有灭度，灭度只是示现，啊，那所以你如果诵法华经，你就可以见释迦牟尼佛，啊，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啊，类似像这样啊，那就是因为大家对佛的怀念。就衍生出很多不同的念佛法门，啊，那后来到了部派那个时代，已经有所谓的观佛相好，已经是一种禅观了，啊，所以当时流行的禅观，坐禅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波州三昧经，都提到了怎么观佛相好这件事。那么都其中有一些慢慢就发展到要想要见佛，然后想要到往生到现在佛的国土，开始有这样。那么一开始只是说他观佛的相好是一种禅观啊，所以坐禅三昧经，他就是主要是要得禅定，依观佛啊为方便啊。波州三昧经也是，那要进入实相的一定发慧，主要是要一定发慧。那么由对佛的怀念，忆佛念佛。那么摄心、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般若经，那就是说，在这个般若经这个时代，已经是念佛法门已经是非常发展了，啊，然后有人预见诸世界中现在诸佛的法身、色身，啊，那个时候只有所谓的法身跟色身而已，但是啊，后来就发展成三身、四身啊。法身、报身、应化身啊，类似像这样。那法身基本上在佛陀时代就是无分法身啊。好，那么有人遇见现在诸佛法身色身，世人因闻受持般若波罗蜜。好，现在就告诉你。那么假设你真的想要见法身啊，依色身见法身啊，依观佛色身，依观佛色身而见佛法身，见佛法身就是见法啊。那波州三昧经其实也是这么中，波州三昧经是见十方现在诸佛，啊，那么他还是见法的啊。后来我们就是这个《沙智度》里面也引用波州三昧经，《大智度论》里面也引用波州三昧经啊，也是这个意思。好，等一下我们再来看。那么读诵正意念为他人广说，这个是大圣的啊。我们说自利利他的啊，我们刚上一堂讲课讲自利有八支。利他有八支，啊，那么自己相信又教他人相信，自己往忆塔寺教人往忆塔寺，自己受持教人受持，啊，像这样。那么这个是大圣特演的啊，就是你自己受持啊，听闻受持啊，叫做闻持啊。所以大圣里面众陀罗尼，第一个就是啊闻持陀罗尼，听闻受持啊，然后第二个才是分别支。第三个是录音声，就是修，其实就是闻思修了，啊，阿含经没有陀罗尼，但是大圣众陀罗尼。那这种陀罗尼基本上就是你对一个法，啊，彻底彻尾的掌握。第一个就是闻持，听闻，然后记起来，听闻受持。你听闻的不受持，啊，这边进这边出，啊，这边进都进不了，就这边出了，那就没办法。所以听闻以后一定要受持，忆持在心呐，啊，叫做意念不忘啊，闻持。那么因闻受持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读诵正意念为他人广说啊，就是要让你记得清楚，然后正意念啊，如理思维了，然后
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当见啊！你看，那么你只要读这个般若，那、因为当时的念佛法门有观佛相好的啦啊，所以无量阿僧祇世界中，诸佛法身色身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啊。那么亦应以法相修念佛上面好。那前面有说过啊，有菩萨啊，或是有善男子、善女人修念佛三昧，为了让这些修念佛三昧的人增益啊，更殊胜，就是提升啊啊。所以，如果你念佛只是见佛，那么你就停留在一般的信仰层次里面。那你要提升，就是主要不是见佛，是要见法。见佛是为了闻法，闻法是为了见法啊。那么见法才能得解脱，才得智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初期大圣里面有一列别叫做华严经，那华严经里面有十大菩萨，十方世界的十大菩萨都来见佛，那佛的相好就是大般若，你讲这个大智论里面讲到的啊，就是这个佛现神足，放金色光明，遍照十方的刹啊，就是这些相。那么十大菩萨各个说偈来赞佛，那么这些偈啊，十大菩萨里面基本上也是在讲般若经这种概念啊。你看华严经基本上那个时候念佛已经很普遍了啊，念佛的相好，念佛的相好，那后来就变成比较重在念佛的名号啊，像无量寿经或是这个阿弥陀经都比较重在念佛的名号啊。那这个是一种就是后来的了。好，那我们开始看华严经啊，他说他这个观念也是一样。那华严经有十大菩萨都是在讲这些事啊，我们还没抄完啊，我们只抄几个代表的就可以了啊。那这个算是比较完整的啦啊，这个比较完整的，我们先来讲。他说假使百千劫啊，常见于如来、啊、就是你佛时代也你常常见佛啊，你常常见佛啊，那你不是你见佛舍，依据阿含经里面讲，舍卫国有九十万人，九亿人，这一亿是十万 啊，所以就是九十万啊，就一亿到底几万人，我们有空再来讲啊。就是说一般来说一亿是十万啊，所以大概舍卫国这个大城一个都市有九十万人，一百万那很多了啊，有九十万人，三分之一的人见佛，其他三分之二的人不见佛，三分之一的人见佛，三分之一的人见佛闻法啊，就是三分之一的人闻法了，但不见佛了。这三分之一的人不见佛也不闻法，就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见佛闻法了啊。那么，所以那三分之一的人见佛，但是他不闻法啊。所以见佛，就算你见了佛，那也不代表说你可以得成就了。你见现在佛，释迦佛就是现在佛啊啊。那提婆达多不但见佛，而且他跟佛出家。在佛身边几十年，那一样，佛的很多侍者啊，就在照顾佛。佛有很多侍者，阿难是最后一个啊，那么也是最长的一个，前面有很多个，那也不是每一个人成就的。所以，单单见佛，并不就是啊，你就可以怎么样啊，证无生法忍或怎么样啊？没有啊。那么，但是佛灭后，开始就变成你只要见佛。你只要见佛，你就可以见法。其实不是的，见佛不等于就可以见法啊。其实不是，但是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啊。就是一辈子的用功都只是为了要见佛啊，不是啊。就是后来这个是后来佛教变成这样了。那之前其实不是的，见佛是为闻法，是要见法。就算你没有见过佛，但是你听闻佛法，一直在心，那个是真见佛。须菩提见佛的例子其实也是这样啊。好，那我们来看。假使百千劫常见于如来，不依真实义，哈，就等一下后面会讲什么是真实义。而观救世者，啊，就上次我们有说，救世者就是佛，佛就是救世者，啊，那个在那个偈里面啊也有啊，那就是《归敬三宝偈》里面，好，我们看一下，《归敬三宝偈》上次我们有说到啊，啊，一心恭敬三宝以及诸救世弥勒等，啊，就是佛了，啊。那就是未来，他是未来佛了啊。就是那么，世人取诸相啊，你看世人取诸相，
就是你要去观佛，那个时候很多都是观佛啊。我们说那个时候主要的禅观的经典，坐禅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啊，初期大圣的了啊，坐禅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我们那个观无量寿经十六日落入十六观，那个是很后期的了，观无量经是很后面的了啊。那这个是非常早期的，就是观佛部派时代就有在观佛了。观佛三昧海经跟波州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很早就翻译过来了，三国时代就有了，支娄迦谶有翻啊，波州三昧经非常早，初级大圣很早的啊，他们这重点都在观佛像好啊。到无量寿经，无量寿经也是初级的，他已经比较重在就是执持名号念佛的功德啊，就比较重在念佛的功德。但是无量寿经其实是庄严净土的啊，跟观无量寿经求生净土的概念又不太一样啊。我们先大概知道这些啊，真正讲到念佛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说。好，然后说世人取诸相啊，就是你观佛相好啊，通常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通常是从三十二相去观啊。那每一相其实还是回归到佛的功德啦，你具足这一项，你就是必须修具足这种功德，你才有这种相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八十种好，那个是印度的说法啊。这个其实就是威仪的部分啊，这个是相貌的部分。好，那么已经是在这样的观佛相好了。那么他说假设你取诸相，增长痴惑网啊，你看啊，就前面有讲，就是说你如果见佛，那么你执着这个佛的相好，那个是欲贪相啊，那个是欲贪相哦。好，那他说增长痴惑网啊，就是增长烦恼而已啦。系缚生死欲，盲明不见佛啊。你看啊，所以像《金刚经》也是这样啊，若以色界我，因身求我啊，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一样的道理。其实因为观佛的这个法门啊，我们也叫念佛。只是他做官啊，官佛的法门流行起来之后，大家变成只取那个相好了，所以开始不管在般若经啊，在这个华严经里面，都特别提出来强调这件事啊。那他说怎么样？那怎么样真正的这个见佛呢？观佛要怎么样呢？观察于诸法，你看啊，原来他就是以法为核心的。后来变成以佛为核心，然后呢渐入法啊，变成这样。现在再把它拉回来啊，观察于诸法，自信无所有啊，就是一切法自信啊，无所空了。如其生灭相啊，就是你知道这是生灭灭矣啊，就是你不只取这个生灭相，这个就生灭相是有为嘛，有为法啊。那么如梦幻泡影，类似像这样啊，就是说它其实是无常无我的，但是假名说。啊，这个很像般若经的说法哈，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这个是真正的见佛，这是真正的见佛。然后你看他讲，法性本空寂，不可得思量，性空即是佛。啊，不可得思量。啊，应该讲这个。好，啊，不是，这里是无取亦无见啊，写错了。性空本根本空寂，无取亦无见啊，这个要写错。性空本空寂，无取亦无见，写错啊，啊改过了啊。那么法性本空寂了，无取亦无见，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好，那。这个是《华严经》里面啊，这因为龙树菩萨是在解释般若经的。那般若经里面就讲到啊，这个念佛要这样念。那所以他在一开始啊，这一开始写的这些其实是跟后面也有一些关系。他就说，那为什么要讲般若经啊？因为你如果没有这种概念，你去念佛的话，你就会变成啊，类似像这样的啊。我们再来写，再来看几个啊，他有十大菩萨都在讲这件事。我们就举其中的几个啊来说啊，那这个是
这个是所谓的一切慧菩萨，这十大菩萨都是以慧为名的啊，这个是一切慧菩萨。另外有一个叫做胜慧菩萨，这个是一样是这里的啊，那我们就是来参考了啊，胜慧菩萨。那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啊，当时念佛法门殊胜，有一些人已经都是只是为了见佛，只取那个相好，所以在大圣般若经或是华严经里面，就是要把这种观念扭转过来啊，就是希望他能够回归到啊这个以法为核心的啊。那么胜慧菩萨他说：“凡夫望光察啊，凡夫虚妄啊，去观佛。那现在很多念佛都是为了见佛，那以为见了佛就能够悟无生，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在初期大圣已经不断强调这样子了啊。那么。”取相不如理，就是不如理思维的。佛离一切相，非彼所能见。迷惑无知者，妄取无印象。不了彼真性，世人不见佛。了知一切法，自性无所有。跟前面讲的一样，那是不同的说法，但是都是在强调这一件事。如是解法性，则见如色那。像般若经讲的，要见佛的法身色身，则见如色那。卢舍那佛就是法身佛，就是见佛的法身啊。后来我们把卢舍那变成报身佛啊，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其实卢舍那就是毗卢遮那，它梵文是一样，它只是翻译不一样啊。那就其实一样啊，但是后来变成是说我们变成圆满报身卢舍那佛啊，其实这个是法身佛啊，法身佛。啊，就见佛的法身了啊！这个是胜慧菩萨啊。然后另外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啊。另外一个精进慧菩萨，然后来了解，其实初期大圣啊，初期大圣念佛法门、观佛这个法门兴盛的时候，其实就是也一样，就是要引导到见法啊，所以要有智慧嘛，都精进慧，要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这些社会圣慧精进慧一切慧啊，这一切慧就是了解一切的智慧啊。那么这种其实就是在说明啊，你菩萨要念佛要观佛，你要有般若波罗蜜。你没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观佛见佛反而更执着。你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你观佛见佛，能够依佛而见法，能够依法得解脱，啊，其实这样就是能够得无漏慧了，啊，那你要先有这种观念，所以这个你才会讲为什么要让念佛修念佛三昧的，那修念佛三昧当时都是以观佛为主啊，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因为观佛就你因为你观佛，你很容易见佛。就是见佛相嘛，因为唯心所现嘛，上次我们说过。但是这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转折点。你这里就进入世间出世间啊，就是你妄取无印象啊，佛的三十二相其实就是无印象啊，世人不见佛啊，不了彼真性。好，那来看精进慧菩萨说的，十大菩萨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些事哦啊，那因为华严经都是十嘛。那我们就举几个重要的就好了，啊，他说，精进慧菩萨说，这个若得见于佛，假设你因为观佛而见佛了，那么其心无所取。假设你没有学般若波罗蜜，你很容易观佛见佛就执取于佛，很容易，很容易。那么一旦执取于佛，你就不容易见法，你就不容易见法啊。那此人则能见。如佛所知法，啊，这个是没有，这个是功德会，这个是功德会说的，精进会另外讲啊，啊，这个是功德会菩萨，啊，我抄了几个啊，另外精进会啊，一样啊，你看他都在说明些什么，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啊，再来讲精进会的。啊，他也讲很多了，我只是举一个，因为我们只有第一个写完整一点，其他就大概写重点了啊。这个是功德会，
精进会啊，他说有见则为过。假设你有见佛，你忆佛、念佛、观佛而见佛了，此则未为见，这不是真见。远离于诸见，如是乃见佛。好，那么这些都是说你要有性空慧啊，性空慧就是般若啊，一切法无自性的这样的概念啊，你先要有这种概念。这种从哪里得来？从学般若波罗蜜中得来。那么所以他才会跟你讲，你为了让修念佛三昧的人，那早期的念佛三昧多数从观佛，多数从观佛，而不是从持名念佛，不是，多数从观佛上去修，然后要见佛，观佛的相好。好，那么都是从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实相会嘛，啊，般若，所以才会说你为了让修念佛三昧的人真意，那么所以要说般若波罗蜜。如果没有，那么他念佛很可能见佛，但是他见佛没有办法得无漏慧。他见佛，但是现在人多数念佛见佛是为了往生而已啦，他并没有这种概念。现在的人重点在见佛，然后就觉得只要见了佛就一定能往生。那我们说你见佛一定往生吗？我告诉你，也不是，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真的不是见佛就能往生。要真的讲往生，是每一个人都往生啊，是往生到哪里啊？好，那你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你见阿弥陀佛，你就一定能够往生西方净土吗？我告诉你，也不一定啊，真的。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人都这么认为啊，啊，好，那这个我们有空再来说啊，我们先把这个说一下。那先了解一下，就是念佛，因为后面也有很多有关于念佛的，念佛三昧的哈。那我们先大概，现在只是先大概了解啊。那因为这个牵涉到比较复杂的东西，佛灭后，大家对佛怀念，那么引发出对于佛的疑骨。佛灭后，基本上是这样啊，对佛怀念啊，佛灭后，那么对佛怀念嘛，怀念佛嘛，那么引发出啊对佛的疑骨，乃至疑机。这跟世间人一样啊，世间人也是人死了，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爷爷奶奶啊，或是你的谁，那对你很重要，他往生了之后，你会对他的遗像啊，你就是常常。但是因为佛时代不准用像，佛像没有像的，佛时代是没有像的，佛时代是没有像的哦。那佛像一直要到就是比较后面了啊，佛灭后很久了啊。那基本上佛像的起源基本上是啊两个嘛，一个是印度、希腊的这个叫这两个地方啊，那开始造佛像啊，就是印度人进那希腊人进印度的时候啊，那弥兰陀王，然后他是开始依当时的一些经论，然后造佛像。那么这些佛像开始，佛像就流行起来啊，然后也开始有观佛啊，一个叫做啊叫犍陀罗了，大概在初期大圣这个时代啊，就一世纪初，佛像基本上在一世纪初那个时候，就初期大圣那个时代，然后一个是犍陀罗，一个是摩陀罗。那犍陀罗是希腊系统的，摩陀罗是印度系统的。那么通常就是我们说的菩萨像，就是有肉髻的。然后根据的描写，然后开始造佛像，那个时候才有的。那么最初是没有的。那佛灭后，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像，代表佛陀的有已经有浮雕啦，有一些，但是代表佛陀的就是啊，佛成道的菩提树，佛转法轮的这个法轮，初转法轮说法的初转法轮，还有佛游行四处游行的脚印啊。那么依这三个，主要是依这三个代表佛。你看有一个脚印，那个是代表佛啊，看有这个菩提树，那个是代表佛啊，看这个法轮啊，就是转法轮啊，那个是代表佛。那不可以，不允许有佛像。那像我们受持的是四分律，四分律众学法里面一百条啊，众学法最多的是
最多的113条，最少的大概升起率66条啊。那没有人讲到佛像，但是法藏部种塔啊，就是遗迹啊，这个就是遗骨，遗骨后来就变成塔嘛，佛塔嘛，舍利塔，这个是舍利，那舍利建塔，所以你看法藏部我们的四分律啊，100条里面有24条跟塔有关，有2条跟佛像有关，从第60条到第85条，都是不可以塔下埋死尸，不可以捉妇孺从塔下过，然后有2条佛像的，啊，一个是不可以安佛像在楼上，不安佛像在下房，你自己在住上房，不可以持佛像从大小便处过啊，那些像这样，基本上这26条在其他的律典里面都没有，没有塔，没有像，啊，但是你看看它，单单关于塔就20几条了，啊，那你像十诵律的话，应该是总共有113条，没有2条这样，没有一条是有关塔跟像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有一个部派是专门种塔，也专门种，就是也，但是观佛像这件事是初期大乘就开始普遍都有了。很多部派基本上就是做一个小小的那个佛像，然后来就来观了，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就有一点像现在泰国很多那个佛牌啊，小小的佛像啊，以前他们就是用这样来观佛的，那个是以前佛灭后是这样的了啊，就是佛灭后开始对佛怀念啊，那么就两怀念就2个代表佛的，一个就是遗骨啊，就是舍利塔。一个就是遗迹，那这个遗迹在如果在应该是《长阿含》里面啊，那就说阿难就问佛啊，他有这么说了啊，就是佛灭后，那我们见不到佛怎么办啊？那开始就说，那你就是佛，他念佛，就是这个是念佛啊，就到舍利，那这个就是变成从佛的遗迹，就是四大遗迹嘛。后来变八大圣处啊，就基本上是这样，是佛生死、佛成道死。等一下，后面大智慧里面有这个有关于佛的啊，其实就从这边演发出成八相成道啊。那么佛转法轮死，另外佛涅槃死，那么就是你到佛生的地方、佛生处，那么佛成道处去看，然后想起佛，就知道。佛生时功德如是啊，佛生时啊，这边功德如是。佛对世间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啊？就是这样来忆佛念佛啊，就是说我们看整个念佛的转变了啊，功德如是，就是佛出现在世间，怎么改变了这个世间，怎么影响这个世间，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知道了些什么？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有什么利益？啊，就救世者嘛。啊，那么佛成道时，佛是用什么来成道的？啊，那么神力如是，神力如是是救。啊，神力不是神通，真正的神力是什么？佛法里面真正的神力是什么？般若。啊，智慧，智慧是真正的神力。啊，阿含经里面就讲啊，啊，众生的一切苦都是因为愚痴，众生可以离苦。得乐都是因为智慧，只有智慧才能真正离苦得乐。真正的神力，最大的神力，当然它有很多了，戒定慧啊。那么真正的神力是智慧，最大的神力。然后戒定都是为了铸成智慧的啊，定是为了引发真正的智慧，无漏慧嘛。戒也是啊，为了。啊，为了完成智慧而有的，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嘛，戒就是控制烦恼嘛，烦恼就是没有智慧才会起烦恼嘛，定就是调伏烦恼嘛，戒是控制烦恼，定是调伏烦恼，慧就断除烦恼，那佛法不过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神力如是，就是佛用什么来成道了？佛依什么成道？依什么成道？以般若蜜成道，以智慧成道，啊，这是主要的。然后转法轮时，啊，这个就讲到自利他了。佛跟阿罗汉最大的差别就是他度众生的能力
跟度众生的数量不一样，度人如此，所以菩萨道基本上还是依佛的啊。那么另外佛涅槃时啊，就是到佛涅槃处啊，到转法轮处啊，到佛出生处啊，佛生处啊，在这个在蓝毗耶，这个在蓝毗尼啊，这个在鹿野苑啊啊，不是，这个在菩提迦耶，这个在鹿野苑，这个在居士那啊。后来就佛弟子就到佛代表佛的这主要这个四个地方啊，那阿育王就在那个地方就盖那个住嘛，就寻就是去这四个地方，后来就变成八相成道了啊，再增加。那八相成道有很多种说法，后面我们再来讲啊。那度人如是，那佛涅槃时怎样啊？以法如是啊，佛怎么度众生？那好，现在佛不在了，现在重点是那佛不在了，佛不在了，那怎么办？没关系啊，《一教经》里面有讲嘛。啊，你把佛留下来，佛不在了，但是你见佛最主要的就是闻法，你见佛最主要就是闻法。现在佛不在了，法留下来了，所以主要是要闻法。很多佛陀时代的佛弟子也不一定见到佛，但是他依法就得解脱啊，其实是这样。那有一些实际上在佛身边不依法，他也不能得解脱，所以重点不在佛，重点在法。但是佛没有说法，一般人不知道，所以后来就由佛弟子说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见到佛的嘛，也不是每一个人随佛出家，有的跟阿罗，有的跟这个舍利佛、目犍连、富罗那出家，他也不一定见到佛的啊。所以以法如是。那么开始啊，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念佛。那么最早的念佛当然就是佛在的时候，有一些比丘在森林里面怕鬼啊、怕蛇啊、怕什么啊，就念佛的功德，或是有一些主要是在家弟子啊，主要是有很多在家弟子，那么遇到痛苦困难不安的时候，心里面不踏实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念佛，想起佛的功德，心里面有力量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个一开始就是念佛的名号，那后来开始就是这个名号里面讲到佛有力量啊，就十号嘛，一开始就现在南传念佛还是念佛十号啊，啊，后来慢慢变成佛灭后啊，就是念佛就是绕舍利，那么这个还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那么念佛名号也是念佛的功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主也是念佛的功德，那么这念佛这个绕这个舍利塔拜舍利。这个也是念佛的功德，想起，因为由这个舍利就代表那个人，那个人就做了哪些什么事，有什么功德。那么念佛的遗迹也是念佛的功德啊，佛生死啊，佛成道，佛转法轮，佛涅槃啊。那么这些其实都念佛的功德，那重点在念法啊，因为佛是依法得解脱的，依般若波罗蜜啊，这是最主要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稍微讲一下所谓的念佛跟般若啊，念佛跟般若。好，我们把这个擦掉，就大概讲到这里啊，就是稍微完整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啊？那么般若波罗蜜说般若波罗蜜能够增益念佛的这一些人。啊，因为菩萨就是想要到这个佛国去。如果依般若经来讲，你怎么样可以往生到有佛国土？如果依般若经来讲哦，你怎么可以往生到有佛国土？你学习般若，不是说哦，我持此名号，没有没有。般若经保证你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啊，以前我常常读般若经，他说你从一佛果，就是菩萨摩诃萨从一佛果。现在我们都强调啊，就是像无量寿经强调往生的四种发菩提心修诸功德，无量寿经是强调四种往生的条件，到了阿弥陀经就变成信愿行啊，无量寿经是强调四种啊，这个发菩提心修诸功德，然后一向专念回向发愿啊，
我们稍微也讲一下这个好了，就顺带讲，有讲就顺带讲。因为北传受净土法门的影响很深，90%不管在家出家，基本上都是要念佛往生。到了明末之后啊，明清以后都是这样，不管你是禅宗、天台宗、净土宗、唯识宗啊，不管你哪一宗哪一派，后来全部倒归净土啊。那这个影响蛮深的。后来因为这样，大家只是为了见佛，为了往生，所以法就没落了啊。其实这样哦，啊，断烦恼到极乐世界再说，解脱到极乐世界再说，就没有这样的啊。后来就变成佛法就比较没落啊。其实真正的念佛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先稍微讲一下，因为大家对念佛法门其实误会蛮深的，造成就一句佛号，只要能往生就好，什么方法不管，只要能往生就好啊，只要往生，那么你就保证成佛啊，不是这样子的，佛法不是这样子的，真的。好，那无量寿经讲四种念佛，不是四种念佛了，就往生的必备的四个条件。我们是刚好讲到为什么可以正一念佛上面，就顺带讲了啊。我们重点不在讲这里，但顺带讲啊。那么一个就是发菩提心，那么不过这个后来到了观无量寿经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说《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的净土法门是不一样的。那个这个年代有关系啊，越后面就越方便，其实就变成越随便了啊，就其实是这样的。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你三倍是从修诸功德里面去分的，大修功德、修诸功德跟多少修善，就分成上中下，因为《无量寿经》只是讲三倍嘛，啊，就三倍，然后。之后才是一向专念，回向发愿。那到无量寿经啊，变成只强调这两个，然后再强调信，就变成信愿行啊。这个变成行，这个变成愿啊，就简单了。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浓缩本啊，就简单，就变成信愿行啊。就到了无量寿经变成三资粮，在阿无量这到。阿弥陀经变成是这样，到在无量寿经其实它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么用这个来分上中下辈的，啊，上是大修功德，要修很多的；那么中是修诸功德，这个是下是多少啊？少修就是但多少要修啊？啊，多少修善，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说这个念佛啊，那一开始啊。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受念佛的影响啊，所以变成大家都变成要只是求往生就好啊。啊，其实佛最早的念佛法门不是这样啊，并不是这样。好，好，那这个是在我们要说这个为什么般若啊，为什么般若可以增益念佛三昧啊，因为你有般若。你念佛摄心念佛之后，那么你不管有见佛没见佛，你都能够依这个定，其实就回到依定发慧，依定发慧啊。那这个定，因为我们的心是善乱心，我们的心有主要存在两个障碍，就是我们不能引发无漏慧了。主要有两个障碍，一个就是善乱，我们就是调举；一个就是昏沉，叫做暗昧。那这两个会让我们心没有力量，心没力量，你不能引发无漏慧。所以修定最重要的就是专注、清明，它就是两个嘛。专注就去掉这个散乱，清明就去掉这个暗昧。修定最重要的是这样。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你专注清明呢？也许观呼吸啊，也就是40个月处啊，它从你种种的。但是因为很多人佛灭后。对佛怀念，所以就用念佛，用念佛，那么很多人念佛念欢喜嘛，所以用念佛来取代这一些，那么变成三昧其实就是定嘛，定慧均等，然后那么由这个念佛的方法来提升，让你可以得三昧，那么再从念佛三昧里面，那么见法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啊，因为我们要说到
这个有菩萨修念佛法门，其实就修念佛法门啊。那念佛法门，念佛法门的一个关键处就是得念佛三昧，其实变成这样。所以这里其实是有菩萨修念佛法门，想要得念佛三昧。那么佛为了让这一些人在念佛法门中得到真正的利益，所以要说般若波罗蜜啊。就像刚才我们《华严经》讲的啊，你见佛了之后，你不能取这个佛像。那很多人取了这个佛像，更只取什么？我要往生净土，就只取要往生净土。然后见到莲花啦，见到光啦，见到佛像啦，啊，那么那你只取了，我告诉你，这个跟佛法不相应啊。那一开始是这样子的啦，那后来就变成啊，就只是为了要往生为目标啊，就变成这样了。好，我们先下课。